上它是一个台湾的游轮市场，这里高雄去年为45艘，他们来了26艘的游轮，那今年遇到的是非常踊跃，至少50艘以上，我今年大概就去51艘的时候，每艘都要去。游轮的旅游，他们是事实上报道将一年大概有2亿的观光产值。那我们也当做一个周围，然后多多参加这个另类的旅游。因为海上旅游事实上很多人没有尝试过，它规划起来看起来，因为是商业化的关系，它的价格没有保守的旅游，看起来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非常感谢。Thank you.